原标题，这位开国中将掌管红军亿万钱粮，自己却饿得走不了路。大家都知道，打仗就是打后勤，有个成语叫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足见后勤对一场战争的重要性。在我军开国将帅中，就有不少后勤方面的高手，比如洪学智、杨志成、李居奎、邱会作等等，还比如今天介绍的这位开国中将邝任农。邝任农1912年出生于江西巡鹿县，16岁时就跟着父亲参加了农民起义，后来被任命为巡鹿县赤卫总队队长。1930年11月，巡鹿县赤卫队被编入红35军，邝任农任军需处长。这是邝任农第一次担任粮草官，没想到这一干就是20年。对于邝任农来说，红军的粮草官可不好了。当时适逢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，而且还面临着反动派的经济封锁，筹粮工作非常艰难。为了保障前线红军的粮食供给，邝任农带头减少自己的口粮，后勤部门的红军战士守着红军的大粮仓，却在邝任农的带领下个个饿得皮包骨头。红军长征开始后，邝任农担任红三军团供给部长，进入草地时红军缺粮严重，有的部队甚至已经断粮。身为军团供给部长的邝任农绞尽脑汁，却依然无法筹到足够的粮食。看着红军战士一个个倒下，邝任农就偷偷把自己不多的干粮分给战士们。因长期饿肚子，邝任农病倒了，身体也越来越虚弱，连走路都走不了了。供给部的人看到这种情况，就拿出刚缴获的火腿给他吃。没想到邝任农不仅没吃，还严厉批评说，我们供给部人手里掌握的财物是用来供给前线部队消灭敌人的，不是供我们自己享用的。军团政委得知这件事后，专门抽出一个牌轮流抬着邝任农走，张爱萍也把自己的干粮分给邝任农，可邝任农还是舍不得吃，又偷偷分给了战友。红军到达陕北后，邝任农又相继担任红一军团供给部部长、八路军115师后勤部长、情报处处长、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等职。不过如果你认为邝任农只会搞后勤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邝任农将军可是我军有名的全才，打仗、政工、情报、侦察样样精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邝任农还担任过中国民航总局局长、交通部副部长、空军副司令等职务，也因此被称为全能中将。图最右边为邝任农。1955年，邝任农被任命为中国民航总局局长，这一干就是18年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中国民航从无到有，历经曲折，民航飞机拥有量达到117架，国内航线123条，国际航线8条，通航里程达4万多公里，为新中国的民航事业鞠躬尽瘁。不过面对这些荣誉，邝任农却非常谦虚，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功劳。有记者去采访他，他也是夸奖别人的贡献，对自己的贡献一个字也不提。邝任农虽然长期担任后勤干部，而且还享受大军区级待遇，但他离休后却依然穿着一件打了好几个补丁的军大衣，任凭别人怎么劝他都舍不得扔掉。另外，邝任农将军的夫人牛秀珍也很值得一提。牛秀珍也是一位老革命，长期在民航工作，但是2003年邝任农去世后，牛秀珍却主动搬出了空军大院。因为在他看来，空军大院的房子是给邝任农配备的，现在他去世了，自己就没有资格再住在那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